男友迟大到黑面丧食，火遮眼黄远之，点解咁噶？呢个咪黄远之 Ivana， 做咩咁惨惨住一个人食 lunch 噶？好似好肚饿咁，你睇下佢几大胆，仲要食到面窿窿添。话咁快就 K.O. 咗一碟意粉啦，仲要托住个头系咁揿电话，成嚿望夫石咁。谜底终于解开啦，原来约咗男友 Eric 食饭，不过男友迟大到咯，足足迟咗成个钟头啊！难怪Ivana块面咁黑啦。作死啊，细佬，做咩咁迟啊？约你几点噶？哇，Ivana仲食得咯，系咪化悲愤为食量先？喂，迟大到、啊，男友仲要 AA 仔，Ivana仲俾成嚿水啊！之后两个行行下街 ，Eric 仲要丢低Ivana。难怪全程 Ivana 都冇乜笑容啦。不过 Ivana 见到记者就笑晒口，嗱，小心啊！竟然嬲到唔识过马路。之后问佢哋两个几时结婚？要几时同男朋友拉埋天窗啊 ？Ivana 似乎同男友有共识、啊。点解你哋唔问佢啊？你走得快啊嘛，你话。问女仔唔系几好意思啊，唔话俾你知啦。A A 制埋单 ，Ivana 就话。不过有图有片有真相，伊凡娜仲维护你 ，Eric 嗱嗱嗱买份大礼氹翻女友先啦。Hello 大家好，我系大佬 B， 以后除咗买书之外咧，用手机都可以睇到 Face 最新嘅消息啦。因为 Face 嘅 Facepop App 已经出咗啦，仲唔快啲去 download？